此题为在同温同压之下，某气体 0.5 公升重 1.1 公克，而氧气1公升重 1.6 公克，来求出某气体为何。因此我们先想到在同温同压之下跟体积有相关的内容是亚佛加爵定律。同温同压之下，气体的体积比等于分子数比，然后分子数也等于摩数，而摩数 N 就等于重量除以分子量。因此某气体的体积比跟氧气来比，就等于 0.5 公升比上 1.0 公升，等于某气体的摩数为 1.1 公克除以分子量，比上氧气的摩数 1.6 公克除以32。因此 M 分之 1.1 就等于32分之 1.6 乘于 0.5 等于32分之 0.8 等于40分之1。因此某气体分子量就等于40乘上 1.1 等于44克除于摩尔。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各选项的分子量为何。氮为14，氧为16，加起来分子量为30。碳为12，氧为16，加起来分子量为28。一样，碳14加上16乘以2等于46，二氧化碳为12加上16乘以2等于44。因此答案为猪选项。